今日嚟到呢一度呢，就今日嘅北京舞獅啦。北京舞獅係韓國德宗運政府傳承嘅，喺韓戰時期，北京運嘅舞者為咗呢一個傳統，將佢帶到南部，而北京舞獅更加被視為韓國國寶。 特別嘅韓式醒獅表演，多謝曬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嘅時間啦，當然唔少得嘅，就係為大家帶嚟傳統中國。